我叫如花，16岁开始做琵琶女，后来在生意兴隆的怡红楼当上了红牌阿姑。他叫陈振邦，是南北行中药海味铺的太子爷，在家排行第二，人称12少。如梦如幻月，若栖若梨花。如花，那是5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那年3月8号，我和12少殉情自杀，约好了手牵手走过黄泉，永不分开。你会不会帮淑贤戴耳环？会呀，我不光会的戴耳环，我还会给他掏耳朵呢。不过我在给他掏耳朵的时候，想的是你。我呀，最舍不得看见你在你妈面前替我受委屈的样子。以后都不会了。都说命好的女人会有一个愿意为她去死的男人，你说我命是好还是不好啊？算好吧。你不后悔？以后不用理会别人了，咱们可以永远在一起。你怕了？
说千遍万遍，情在风中飘零，何处赋予思念，缠绵到远。原谅我，不能陪你一起走啊。爱恨却来眼前，只怪我痴心不变，相思情难免，问何人知我间。只怪我痴心不变，相思情难免，问何人能重见。Thank you.